원 더 컵스 시간 쇠림 12번 也有我不慌慌的也快要睡这日我已经搬翻嚟，现在就住。咁我同我明住都啱啱好两个月，5月31号搬过去，跟住7月今日7月30号搬翻嚟。我朝头早冇玩 BF5， 跟住夜晚同埋唔系，跟住食饭之前同食饭之后都玩，差唔多升 level 390。8:40天文台發出呢個三號強風信號，因為南海嗰個低壓區已經發展成為呢個熱帶低氣壓，咁啱啱咧就落咗雨，但熱帶低氣壓都會吹入海南島一帶，所以話聽日本港唔會個風勢唔會增強。八號嘅機會係好低，然後玩嗰陣，我一堆 DICK 嘅戰隊，中國大陸嘅入咗，即係同隊嘅。玩到落落單嗰陣，由邊個見到呢個241UV 頭呢個472？就係上次玩嗰陣，同班 friend 玩，見到佢睇米過人哋咧，全程都係 cam 咗喺 C區嗰個位嗰度，冇喐過。幾乎我見親佢都係 C 區嘅，雖然咁佢就30/10，咁就再之前 operation 我攞支 MV 殺到佢3次嘅話，都跟住之後咧就我就啱買完地嗰陣，佢殺咗就 T back， 跟住之後我 friend 殺咗佢之後咧，喺佢面前 T back， 佢應該見到我嘅。但他沒有說我要他今天拿殺45/40，而家玩嗰陣都可以話冇 hack 卡，但係基本上我都好少見到咧。亞洲夜晚嘅亞洲 server 裏邊都會好多200、300幾啲一齊，平時都係見到得一個左右啫嘛。
但係 server 玩到落去下一個陣，啲人走曬，咁我對面隊走嘅人好多，咁我哋迅速嘅將 A 區至到 F 區嘅旗全部扯曬，我哋做德國嘅。然之後我對面有一個人 level 五十三，咩 PG rank hacker 嚟嘅，咁一開始佢話我哋去 D 區扯扯完，然之後見到佢攞，見到佢遠處攞只 M 加蘭德爆我個頭。咁一兩其實俾佢曬一兩次都唔好明顯，咁到去第三次咧，望到一個敵人揸住個車，唔望到一個自己揸住個車 B 區，跟住話佢個車同身，咁我就走佢扯 B 區旗，跟住望到佢扯 D 區嗰支旗。咁之後咧，其實我冇出個聲，佢竟然知道我喺上邊，跟住佢又攞只 M 爆到頭。咁都未見 hacker 嘅，哇！心諗 hacker 都輸，我真係未見過一個 hacker 可以無恥到咧。即使唔係望到佢哋嗰隊得翻五個人，我哋嗰隊有十幾個人，但佢仍然都走嚟玩。佢自己 high 咁樣攞得一萬幾分，但相反唔扯旗之後咧，成跟然之後。每次一到贏咗畫面咧，都話 hacker loser 跟住 sham， 咁即係話點話一個 hacker 會輸嘅？我從來冇就在於啲嘢見過啲咩三個 hacker 對面隊都可以輸，就係琴日同班 friend 玩嗰陣。真係冇聽過咁都可以輸嘅。三個 hacker 對面喎，我哋嗰陣冇 hacker 點解？我今日好似撞到呢個 Titanium 1989，我記得我十月機玩《死人飛行賽》嗰陣咧，揸住架有架耳機，係咁俾佢攞個塔撞，跟住又係咁俾佢收依個射靶維修站。唔知係咪佢嚟嘅？佢應該改咗名嘅。呢一日新增多過百宗嘅新冠肺炎，政府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到七年九月五日先舉行。咁另外呢一日再多兩個患者不治，死亡數增加到廿唔知廿八廿七嘅數。